你还没下班呢？不回去吃饭啊？我得回去吃饭了，我饿了。媳妇儿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赶紧洗手吃饭。哎，哎，哎呀，哎，爸爸妈妈呢？串门去了。哦，今儿单位没啥事儿吧？没事儿。啊，吃吧。嗯。哎呀，哎，瞅啥呀？吃啊。 哎呀，我的妈！嘿嘿，你说你呀，对儿对儿的大葱，你又是干物业的，那业主找你办点啥事儿，你这一张嘴，哈，大人眼睛啊！那怕啥？再说了，你这也没啥吃的呀。那你还想吃啥呀？你有海鲜吗？想吃海鲜了。哎呀妈呀，那玩意儿那么贵，咱买得起啊？呵呵呵呵，你是没创意，你知道吗？ 你看，比如说，你把这个黄酱变成虾酱，那不就等于是吃海鲜了吗？啊，大葱，嗯，蘸虾酱，嗯，哎呀妈，那你嘴里都啥味儿啊？那不腥的，蒿的呀。啥腥的，蒿的呀？这有啥呢？对吧？人家业主找我来办事儿，哇，业主，吃的是海鲜呐。你妈，你这别吗？你就快吃吧，拜托，我这不下班了吗？怎么着？那你就兴我呀？那我不兴你，我兴谁呀？兴别人你愿意呀？讨厌，干啥呀？行一下呗，爸妈回来看着，别闹，这谁看着去？ 这两口子在我家大葱骂俏，太不像话了。妹夫来了，来来来，大姐，哎，妹夫，行行行了，你别老妹夫妹夫的呀，我年龄比你大。行行，叫啥都行，叫啥都行啊。对，大姐，啊，大闸蟹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真有海鲜呢。哎呀，这个月份大闸蟹这得多少钱？是啊，这得多少钱呢？ 200块吧，可不嘛，一两百，喝这两口子吃过没有啊？一两百一只。哎呀，你说你做买卖挣点钱也不容易，来就来吧，你买这么贵重东西干啥呀？是啊，这么着吧，我把它收拾出来啊，媳妇儿弄点酒，我们哥俩喝一杯。别，等等等会儿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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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大闸蟹给我撂下。哎呦，我想吃这玩意儿，我买。 买就不是我的本事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，大姐？一朋友请我给他办点事儿，我办的挺漂亮。人朋友送了6只大闸蟹，我们两口子吃了2只，还剩下4只。大姐这么分啊，爸一只，妈一只，你一只，我外甥女儿啊，妞妞一只。嘿，这行。不是，哎，不是啊，那我呢？ 你一个物业吃什么大闸蟹呀、啊、你？我物业咋就不能吃大闸蟹呢？呵，一干物业的吃完了大闸蟹啊，回头人业主找他办点事儿，他冲人业主，哈，业主准得说哟，吃的虾酱，吃的都白吃。还是妹夫有本事啊，那啥，你坐着，我给你沏点茶喝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咖啡，咖啡，啊，那我找找，茶不喝啊，咖啡。<笑> 你说你，我说你别老妹夫妹夫的，说多少回了，我在咱们家这个位置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啊，有短就有长，有阴就有阳，啊，一家俩女婿不能都有本事。你的意思就是你比我有本事呗？不是，我有没有本事，你有没有本事，咱不说啊，你就好好想想，有人求过你吗？ 咋没有人求我呢？谁求你啊？这业主天天求我办事儿。哎呦呦，那有谢吗？有啊。
每次办完事都谢谢啊。谢谢多钱一斤呢？我是问你有大闸蟹吗？那你帮人家办事就是为了要东西要大闸蟹呀？那我还真看不上你这样的人。哎呦，你还看不上我？看上我的人多了去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看不上我，所以你才混成今天这样啊！你什么时候看上我了，你就混得跟我一个档次了。就有人求你，我还真不想当你这档次的人。嗯，你敢说你这辈子就不求我办事吗？我告诉你，大姐夫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哥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姐夫弟，这行，我告诉你姐夫弟啊，我这辈子不求你，下辈子也不求你，我要是求了你，我就是你孙子。来，哎呀，行，搁这儿吧。咦，看见没有啊？咱这社交啊，咱这朋友都是总啊，张总。喂，张总，哎，没问题啊，不说好了吗？明天早上我准时到您的公司，准时在您的办公室，咱们签约。行了，张总，你等着我吧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呀，妹夫，咋乐成这样呢？哎，大买卖吧？那可不，这回几只大闸蟹呀？几只大闸蟹？这合同要是签了，哎，你往上往这好像哇啪咔，八只大闸蟹，八套这样的房子。哎呀妈呀，你听他吹吧。我吹，好好吃你大葱吧，我吹。哎，看见没有啊？喂，张总，你说，小事儿啊？哎呦，这事儿你教我办呢？哦。你女儿那就是我亲外甥女儿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点事儿我要是给您办不了，明天的合同你就不用给我签。妹夫，啥事儿啊？小事儿，今天晚上咱们那个体育馆不是要搞那个群星演唱会吗？嗯。哎呀，张总的女儿飞上去，哎呀，让我给她求我啊，让我给她弄两张票。啊，群星演唱会是吧？哎呀妈，好多明星都去啊！这不妞妞也要去呢吗？啊，这让他爸给找票呢吗？让他爸又在他爸，哎呦，他能弄着票吗？他个物业，他能弄着？你能弄着啊？我怎么弄不着啊？哎，演艺公司徐总那是我朋友。哎呀，姐，大姐，放心吧。我弄四张，张总女儿两张，妞妞两张，你带着孩子一块去。还有我的呢。看见没有，人要是有了本事，家里人都跟着沾光。哎，你再吹吧。我吹，你吃你大葱。哎呀，啊！哎，老徐啊，我顺风。对，哎，今天晚上群星演唱会你知道吗？听见没有，人家知道。哈哈，这么着。你给我弄四张票，弄不了啊！不是，徐总，要不这么着，你给我弄两张。哎，妹夫，那我跟你别打岔，打什么岔啊？你看什么演唱会？你看了也白看。他说话你能相信吗？喂，不是两张也不行啊？看见了吧，一张都弄不着，四张，哟。这还真不好弄，不行。喂，哎哥啊，我顺风啊，不是，我求你个事儿，今天晚上那个演唱会的票，你给我弄两张呗。啊，不是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个张总呢，我要签个合同，这不他女儿。喂，他给我挂了。妹夫，实在为难啊，就让你姐夫想想办法啊。让谁？他能给我想办法，你快拉倒吧。他什么档次啊？这档次的票他，哎呀，快拉倒吧。我还是，哎呀，这不好弄。哎，刘班长啊，哦，那快去吧，好不好？那个群星演唱会啊，观众多啊，一定要服从领导，注意安全，好吧？好，嗯，好，嗯。哎，大姐，嗯，大姐，嗯，他刚才说什么？
什么演唱会啊？就那个演唱会那现场的保安和咱小区的保安是一个保安公司。哦哦，那边不人手不够吗？啊、哦，然后让你姐夫派一个班过去帮帮忙。哦，那不解决了？姐夫，哎呀，行，这行了，你赶紧的，刚才谁给你打电话？你赶紧给他打过去，你就把让他保安嘛，对不对？这把张总女儿放进去就完了，我这就给张总回个信儿。哎呀，这完了，别，你先别打电话呢啊，你有票吗？我没有啊。你没票不能进的。不是，姐夫，不是你叫我啥？姐夫，你哪能叫我姐夫啊？你比我大呀。起什么哄啊？有你们什么事儿啊？我姐夫这是，哎，他比我大，我也得叫姐夫，我不能叫你姐夫弟吧？你都叫了我半年了。姐夫，我求求你，你说啥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哪能求我呀？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刚才他说什么来着？他说他这辈子不求我，下辈子不求我，他要求我，他就是我孙子。我哪能让他当我孙子呀？不是，你打电话让他还不进去了吗？你知道啥呀？人家这回这个群星演唱会啊，要求非常严。你甭说小刘了，你就是我在那站岗也不能去。那规章制度是白设的吗？你就轴啊你！行，拉倒吧。哎呦，姐，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他还帮我，他就帮不了我。办不了这事儿，没那本事。哎呦，我还告诉你，姐夫弟，我再重申一遍，这辈子不求你，下辈子不求你，我再求你，我真是你孙子。我行了，我跟你说，赶紧吃饭啊，等吃完饭以后，妞妞放学回来以后啊，你带着她去看演唱会啊。姐夫弟，这事儿你办的可有点过啊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哎来回的求你半天了，张总女儿你不让进去，你让你老婆孩子进去。我老婆孩子怎么就不能进去呢？你老婆孩子凭什么能进去？我老婆孩子凭啥不能进去呢？哎呦，你有什么权利？你有什么让你老婆孩子进去啊？我有票啊。你有、哎、老公啥事怎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早就找好了，这不是想给你跟孩子一个惊喜吗？哎呀，老公，你太有本事了，真棒！来，赶快吃饭吧！啊，行，哎，不是，姐夫，我跟你说，吃完饭以后啊，你带着孩子呀，人多啊，注意点安全，好吧？姐夫，完了以后吧，这个姐夫抓紧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姐夫，叫啥呀？爷爷。怎么的？要上厕所呀？我上什么厕所呀？我是说这票你就给我吧。你说我这么大生意，这么多套房子。行了，看把你急的。那行，哎，要不这票你就拿走吧。哎，那、啊、这不行，那妞妞咋整啊？妞妞呢？妞妞看什么看呢？看了也白看。妞妞那是我亲外甥女儿，我这么多套房子，这么大生意，妞妞能理解。你这么着吧，你回头跟妞妞说啊，你就说我呢没找着票，就说我这当爸的没本事。对对，他没本事，这合理。我有本事没？我有本事没？大点声！一二三，哟！哟！行了，妹夫，哎，拿走吧。哎，这就是我姐夫一家人。姐夫，说好了啊，说话算数啊，真给我啊。妹夫，哎，我说句心里话啊，你比我有本事。没有，不，你比我确实有能耐。
但是这人谁还不遇到点困难，遇到困难了不是互相求，那得互相帮。哎呀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来来来来，大姐你让个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姐大姐夫，来来来，大闸蟹大闸蟹，来你整，这没我的份儿啊。怎么没你的份儿啊？他们吃了都白吃，我吃了才白吃呢。我吃完了，人家也说我吃的是虾酱，对吧？谁说的？什么我说的？我大姐夫那是物业，吃完了大闸蟹，跟业主聊点事儿，冲业主哈，业主准得说哟。阳澄湖，大姐夫啊，蔓黄的，是吗？你看看，哎呦，这季节买蔓黄可是不容易。看看，你看看，那可哎呀，我得看看蔓黄的。哥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？